拍摄日，有很多视频要拍，所以我赶紧把妆上完之后就要开始紧急的拍摄了。鼻子再来一点。好，项链的话就戴这条 Lola Rose 的拱门系列吧，就这条它的拱门系列的项链，它就是黑金搭配，感觉非常大气。一面呢是有小钻的，另外一面是没有小钻的，然后一面就是简约大气，另外一面就是精致闪耀。它上面黑色的拱门部分就是黑玛瑙，然后我觉得它的搭配性非常高。看一下把头发拿了之后的样子，戴完之后就是这样子，感觉非常的秀气，跟我今天的衣服也蛮配的。好，接下来手表就戴这个，也是 Lola Rose 超级喜欢的这个迷你小棕表。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表，我就觉得它非常的秀气，像董洁啊、孙千安他们都戴过这一款迷你小棕表。它这个是暖棕的配色，很适合秋冬的这种搭配氛围。它的表盘是迷你方形的一个设计，然后表带是复古棕色压纹的一个表带，然后这个白贝母表盘在日光下就有一种淡淡的光泽感，就非常漂亮。它整个表做的就是非常细致的感觉，戴上之后呢就感觉很精巧，就戴上之后有一种简约中带有 vintage 复古的感觉，搭配衬衫 T 恤什么都很适合。如果想要优雅一点的话，可以再戴个手链什么的，搭配上之后呢就又是手表又是手链，感觉会很好。给你们看一下我配手链的感觉，你看我这一串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珍珠的手链，你看就又是手表又是配饰，棒棒的。 I see the sun。 这是今天的下午茶，我最喜欢的就是纽约芝士，它下面这个底很好吃，然后配了一杯冰美式，然后我在这边等朋友过来。OK， 其实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喝冰美式，但是因为要吃蛋糕，所以呢还是喝点苦的，这样就可以综合一下。今天约的这个朋友呢，等一下是来跟他谈一下合作，因为之前每次跟视频嘛，总是有很多人问我，就是我的一些配饰啊，然后项链呀，或者护肤品啊是什么的，想干脆要不要搞一场直播，然后上下链接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视频里面什么名著啊，或者是日常视频里戴的一些耳饰、项链，还有我用的一些护肤品，就搞一场这种带货项的直播，就是大家直接就知道在哪儿拍，在该怎么买。然后大概构思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还是有个雏形，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是有点忙不过来，所以约了这个朋友过来聊聊，看看他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就是我现在因为大部分视频什么的全都是我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就是从前期的就是策划选题，然后到写脚本拍摄剪辑，然后后期运营上传各个平台到维护，就是我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公司就六七个岗位的事情，知道吗？就如果要做直播的话，就是还涉及到很多，包括选品呀，然后控场啊，然后售后啊，就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我有点心力不足，所以我就看看能不能就是有朋友愿意就是合作，然后可以一起搞一下。然后呢当然现在还在非常初步的一个想法阶段，比较稚嫩啊，但是我觉得有想法就去试嘛。然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对于带货类的直播，不仅仅只是说带书，而是说带一些货品，就是有没有兴趣看呢？如果是我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Cheers。感觉身体被掏空，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来训练，自从上次过敏之后就没有来过，所以现在撸了几下铁就觉得妈呀要昏过去了。开箱时间，最近你们看到了房间里非常的乱，因为就是堆的到处都是我双十一选品的东西嘛，就大家不要介意啊。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两本书，首先第一本是这个重案检察官，就是讲刑侦的，就前两个故事吧看到我整个哭的稀里哗的，就大半夜在那边乱哭你知道吧，就看个刑侦故事也能哭成狗，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反正这本之后应该会跟大家讲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再看了一本就是很多人催我讲的窄门，就看了一点点还没有看完，就
是实在是太多人催我讲讲这本了，如果看完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最近两本晚上在看的书。接着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开箱，我们先从护肤品开始开吧。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积雪草的熬夜四件套，就想试着用一下，因为我真的在赶双十一，然后又赶了很多长视频的 due， 我基本这一两个星期天天都是超过12点之后才睡，所以就是很需要熬夜相关内容。我除了在喝熬夜茶之外，护肤品也要用一下熬夜专用的系列，爽肤水、精华液，然后保湿霜。我前阵子不是爆痘了吗，所以味道都不是特别香，晚上感受一下，对我最近这个熬夜脸也没有帮助。反正这个就是精华，如果好用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不好用的话反正就略过啊。好，下一个，这个是岩仓寄给我的2024年的这个日历。2023竟然已经快过完了，还是最后一个月，天哪朋友们，今年大家过得怎么样？哇哦，哎呦我去，它就做成那种像机票一样的感觉。比如说1月1号是这样的，1月2号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天都有一个中国的漂亮的地方。1月3号是香港，看一下我生日那天是哪个地方。我生日是1月10号，看哦，我生日1月10号是杭州。哇哦，等于每天你过完一天，你知道你就拿掉一张就好了。2024就要来了朋友们，今年还没有过完就有2024的东西过来了。好，接下来开书，这个它的悲惨世界，之前我不是年初的时候那个悲惨世界那一套我买了一本，它是英文版的，就这么厚，就是看过三四月份 vlog 的同学应该有记得吧，然后我就想收个中文版，好有质感。它里面是这样子的三部曲，哦，首先悲惨世界上中下，这个明珠系列肯定会讲，但不一定是今年啊，先说好不一定是今年啊。如你们所见，这个工作量实在是有点庞大，而且我要把中英版都看完，它真的是有点硬，不是有点硬了，是过分硬核。然后接下来，哒哒，很多人催更的法医秦明系列，很多人催我讲法医秦明吗？但是老实说我没有看过法医秦明，所以我先搞来了一些，一个这个是众生卷，这个是万象卷，我不知道哪个卷好看，你先从哪个看起，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指点，或者说你们想听哪一部。万象卷的失语者，大家看一下，是万象卷的第十一根手指，第十一根手指，那这应该是又另外一个案件吧，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好不好看啊。反正现在你们就弹幕飘，看上哪一本的跟我说想看哪一本的名字，这样我就先看，因为我要看的书还是有点多。这个是第十一根手指，众生卷的这一册叫做遗忘者，有看过的宝宝可以说说好不好看。玩偶，众生卷的玩偶，白卷好像是最近刚刚上的，因为我看好多博主在介绍嘛，然后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这个剧情，但是剧情里面我不清楚。法医秦明，众生卷的白卷啊，如果大家想看哪个就给我打一下名字啊，一直在给自己挖坑。心理罪的系列，我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其他的，或者说你们想听法医秦明的，不管你们想看哪个，总之是以大家的呼声为前提，就是大家想先看哪一个可以留言或者弹幕讨论一下。好，这就是今天的开箱部分啦。哒哒，这些是刚刚去完皮剥好的橙子和胡萝卜，等一下开始打汁啦。很多人问我这个榨汁机是什么牌子，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才用了两个多礼拜，不是很久，所以还不确定它是质量是不是特别好，所以暂时先不告诉大家什么牌子。如果我确定它很好用的话，之后再给大家推荐。这个是接渣渣的杯子，这个是接果汁的杯子，一个、两个、三个，胡萝卜一根，合上。就是今天的晚餐，超市偷懒买的牛肉卷，还有我的胡萝卜橙汁。 Cheers。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喝胡萝卜汁的时候，当时是
很早的，我还在陆家嘴上班，当时中午的时候一个 女生带我去买果汁，她是我同事嘛，我们去 juice bar， 然后她是那种做瑜伽然后很时髦的女生，然后她点单的时候她就说还有胡萝卜汁纯的，然后我当时的表情 be like 这能好喝吗，然后她说你尝尝，然后她点完之后给我尝了一口，我发现这超级清甜，就是跟我们吃胡萝卜的感觉很不一样，就很甜很好喝，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胡萝卜汁。然后有一阵子我喝的超级无敌疯狂，就是一天可能要两杯然后连着喝，结果呢我就发现我的手就变得很黄，然后我就去看医生说为什么我的手掌这么黄，然后我跟医生说我就最近可能就吃了挺多胡萝卜汁，然后医生说你胡萝卜素中毒，然后我当时就说是 what 这个还能中毒你知道吗，就是喝太多胡萝卜素的话它代谢不了的话就是手啊就皮肤会发黄，然后当时就想、后来我就不敢连着喝了，我现在就是偶尔喝，然后可能如果你觉得胡萝卜汁太冲的话你可以加一点橙子在里面，哇那个味道真的酸甜无敌好喝，如果没有试过的同学我认真推荐你们去试一下。美味，开动了。这个牛肉卷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味道层次很丰富，口感也不错，重点是营养还可以。无敌好喝，干杯。